艺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中，石榴夫妇刘雯和崔始源 CP 因颜值高、身高、人气高，赢得了粉丝的大力支持，高呼在一起。由于二人台前幕后暧昧不断，也传出两人真的在一起的传闻。16日，刘雯通过微博支持崔始源所在组合的新歌，但可爱的是，刘雯将 Super Junior 拼错了。对于自己的失误，刘雯稍后俏皮回应手滑了。随后，崔始源转发此微博并调侃道：“哈哈 ，It's OK。”刘雯，你该不会是魔鬼吧？不可能的。两人在微博中如此隔空甜蜜互动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高呼：“在一起要公开了吗？”综艺节目《我们相爱吧》中，石榴夫妇刘雯和崔始源 CP 因颜值高、身高、人气高，赢得了粉丝的大力支持，高呼在一起。由于二人台前幕后暧昧不断，也传出两人真的在一起的传闻。16日，刘雯通过微博支持崔始源所在组合的新歌，但可爱的是，刘雯将 Super Junior 拼错了。对于自己的失误，刘雯稍后俏皮回应手滑了。随后，崔始源转发此微博并调侃道：“哈哈 ，It's OK。”刘雯，你该不会是魔鬼吧？不可能的。两人在微博中如此隔空甜蜜互动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高呼在一起要公开了吗？